好，我是 Maggie。 马上就是618了，大家有没有已经写好一个长长的清单准备要去买买买了呢？淘宝和京东应该会有很大力度的促销哦。所以呢，今天我想介绍几个我在淘宝买了非常满意的东西给大家参考一下。这一期的视频呢，分成了四大板块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分别是收纳类、实用类、装饰类，还有最后是专门给女生准备的一个类别哦。第三类，装饰类。这个花我真的好喜欢，好好看啊。它可以选很多款式的花，那我选的呢是粉红色的这种满天星的款式。它这一套呢还包含了这个玻璃的杯子，这个小的蝴蝶结，还有上面的这个灯。但是这个灯呢真的是用电是非常非常快，我大概只开了一天吧，一天可能都不到半天吧，给大家看一下，现在这个只有这么微弱的一点点的灯光了。而且这个花呢也是比较脆弱的那一种，我想把它给摆的稍微好看一点，就这样拨弄几下，然后它就会，这个花就已经掉下来了，伤心。可是这个花还是很好看的，我还是很喜欢。这个 home 我觉得放在家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温馨，尤其这个灯一开，哇，好有感觉啊。还有这种小绿植是不是也特别的可爱啊？如果你喜欢小植物，但是又没有什么时间去照顾它的话呢，那买一个这种小装饰我觉得也是挺好的。每一个在买的时候呢，都是配有这个小罐子，还有里面的小石子的。里面的小石子呢，想要放多少就随你的喜欢呢。这里就是我的这些小多肉啦，这样放在卫生间是不是也还挺有感觉，挺好看的呀。这两个是扩香，一个买的是桂花味的，还有一个买的是海洋味的。桂花这个味道呢，我觉得实在是太香了，就我把这个小棍子都拿走之后，味道还是很浓很浓，有点香过头了。海洋这个呢相反又没有味道，就我放了这么多小木棍还有这个小花花小球球在里面都没有什么味道，就两个真的是好大的两个极端，真的很大的反差。我对这个香味呢其实并不是很满意，或者说一般吧，它这个味道一个太刺激，一个没什么味道，就没有达到我预期的那种效果。但是呢这两个小瓶子呢我还是挺喜欢的，就做做平时的这种装饰我觉得也还不错，或者你们也可以在里面装上自己喜欢的那种扩香。这个钟我也是买了之后很满意，它是这种鹿的形状。它呢在送来的时候说明书里面写着说可能会走不准，因为只是作为一个装饰的作用，但是我挂上之后却发现它走的真的非常的准，所以可能也不好说吧，可能也是我运气比较好的关系。这个照片日历呢也是我在上一期的视频里面有推荐过的，也是我非常满意的一个淘宝的产品。它里面呢是可以根据大家的喜好然后自己来制作这个每一页的这个日历，就是非常的自定义，非常个性化的一本日历。那大家呢也可以作为旅游之后的一个纪念啊，或者是生小宝宝啊，或者是两个人谈恋爱的一个纪念啊等等都是可以的。这个呢我就不详细的说了，大家可以去上一期的视频里面看一下。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女生类。并不是说这一板块男生不可以听啊，没有没有，不是什么小秘密，只是说这一个板块可能女生会比较感兴趣，或者说对女生会有一点帮助。第一个宝贝就是它啦，这是我的暖脚宝。不知道有没有女孩子是像我一样，就是一到冬天就手脚冰凉的这一种。那我们经常都说呢，要暖的话其实是从脚开始暖，就会整个人都会暖一点的。所以呢在冬天如果说你打电脑啊，或者说看书啊，或者做作业啊之类的话呢，都可以用这么一个暖脚宝把脚塞在里面，然后脚就会暖暖的，整个人也就会随之暖暖的了。这个操作起来呢也是非常的简单粗暴，一共呢就只有三个档位，就是关、低还有高。
那我用的话呢就只用过 D 这个档位，因为 D 这个档位呢开了之后过一会儿它就已经暖和起来了，然后时间再稍微长一点之后呢就已经热了，热到后面就是我整个人都是甚至会稍微有点出汗的这种样子，所以高这个档位呢我觉得应该会有一点烫，我就没有试过。这个暖脚宝并不是只适用于冬天啊，因为在平时的情况下呢，女孩子每个月总会有那么几天可能会不太舒服嘛，那用它的话呢也是会稍微有一点缓解的。那和刚才提到的暖脚宝比较类似的呢就是这种冬天穿的棉拖鞋了，但这个拖鞋的质量真的是让人无语啊。看一下我买的这个，我买的是小牛吧还是小鹿啊，它应该是两边都有这种小耳朵还有一个小脚的，看一下这个脚已经这样掉下来了，然后你看每一只鞋上面都是这样子，要么就是全都掉光了，要么就是掉到一半已经差不多要掉光了这种情况。这个真的买家秀和卖家秀啊，哎，穿一个冬天都没有到一个冬天，我大概才穿了一个月吧就已经这个样子了，这个做工真的是不敢恭维，一分钱一分货，只能说这一种发带呢我觉得也是女孩子必须要拥有的吧，就是洗澡啊或者洗脸的时候就可以戴在头上，然后如果有刘海的女孩子就更加需要了，可以把头发也弄上去，然后涂面膜啊之类的就不会弄到头发上。这个款式也特别的多，那我会把我的这一家店铺呢写在下面。另外呢淘宝上面买这种小饰品也是再好不过的了，就比较便宜，然后呢可以经常翻花样，就质量不是会特别好，但是呢大家就可以因为便宜嘛就可以买很多种款式，然后换着戴，然后戴旧了戴坏了就扔掉就好了。像我呢是没有耳洞的，所以我戴的这种呢是耳夹，那我也戴过那种很痛的，不过我现在戴的这种呢就不是很痛，是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也不容易掉，看一下不会掉哦。最后这个压轴出场的好东西呢，不要看它这么小粉粉嫩嫩很可爱的样子，它可是非常厉害的一个神器哦，有没有人猜到是什么呀？这是一个防狼报警器，它呢可以这样挂在包上，或者用这种绳子给挂在包上，中间这个按钮呢是可以调它的那个音乐的，也不是音乐吧，就是那个响声，那个报警声是可以调整的。旁边呢是啊，在这里，这里呢是有一个口，是可以充电的，给大家看一下，把它这个套子给扒开来。哎呀，哎呀，它不肯出来。像这样把它扒开来之后呢，就可以去充电了。如果遇到坏人的话怎么办呢？把这上面这个头给拔掉，然后就会发出超级超级响的那个声音，然后就会引来其他人可能会看你啊，或者是其他人就可能会过来帮忙了。我想给大家试一下这个声音，有点害怕，怕邻居他们会不会来打我，因为真的很响很响。刚买回来的时候我就试了一下，然后吓得我赶紧把这个东西给塞进去，赶紧让它停下来了。还是给大家试一下吧，大家做好准备没有？此处应该有一个警告，大家要赶紧把声音给调轻一点。准备好的话我就来了，准备好了吗？哎呦，我自己都好慌啊，好怕呀，因为这个声音真的超级响，好怕邻居来找我。好，预备。吓到心脏病都要出来了，所以呢我平时是用这一头把它给挂在包上的，然后这个小东西呢我是塞在那个包里面的，这样的话呢它就不会这个就不会这么容易掉下来，要不然我如果走在路上它这个不小心被拔掉的话，那我真的是要吓死了，而且可能找不到这个都没办法插回去，它就会一直那样叫下去。大家是不是见识到它的威力了呢？真的是叫起来非常的响，所以如果呢你是女孩子一个人住啊，或者是平时可能会下班晚或者是放学晚一个人要走回家之类的话呢，我真的非常建议大家可以买一个这样的报警器放在包里面，真的可以防范于未然。
啊，对了对了，差点忘记了，我还要特地再加一个板块，就是美食板块。那这一个板块呢，我只有一个产品，就是它啦，三代松鼠的巴旦木。这个呢，我真的是每一次回国都一定会买，然后一定会带好几包回德国这个样子的。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就是吃了一个就绝对会想吃第二个，吃了第二个就会想吃第三个的这一种。所以呢，我每次一回德国呢，不管我带几包，就是没有多少时间就已经被我给吃完了，所以只能把图片放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了，就没有实物给大家看了。这个吃起来呢，我觉得也不会太有罪恶感，因为虽然说它是加了一些调味料啊，或者是香料啊之类这些东西的，但是呢，再怎么说它也是个坚果嘛，对不对？坚果就是一个很健康的东西啊，所以呢，我觉得吃起来呢也是可以放开胆、大胆的吃，只要不要像我一样一次吃太多就可以。这一期视频分了四大类的产品来跟大家做介绍，大家有没有听到什么让自己很心动的产品呀？如果有的话，那赶紧去淘宝看一看吧。之前所提到的这么多的产品的信息呢，我也会全部放在下面的描述栏里面，所以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哦。那马上就要618了，也希望大家剁手愉快，可以买到自己喜欢的产品吧。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谢谢你的收看，那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拜拜。